天我是小孩的小孩，我是妹妹。那我今天要来看的是米兔子煎方块。那上次因为来不及煮，所以我现在要来煮了。妹妹，有了有了，哇，简直就像乐高一样。然后它是，哦，说明书在这里。第一步骤是，首先要先拿一个这个。要说明书了，你要看说明书了。我知道，我有看。然后现在把它装进去嘛，这样。另外一边这个也一样。好，装。我在剪片。对。你好美丽。好，只剩一个了，加油加油。它就可以这样自由活动。再换，是这样吗？这样之后这里有个这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不对，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另外一边是这样。好，然后现在也要把它个东东直直的插下这边，直直的，直直的插下去哦。呀，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它就可以这样活动。加油啊，好痛！你来装试试。哎呦，这一个没关系啊，这个很好装。然后等一下，这两个都要再一个。有了，然后固定，拿出一个，先下去，好，再来换另外一个，好了，接下来不，这个没有完全扣进去，有了，好，现在要把它们压起来。一样是一个活动的东东，这个也要好。再来，我们再把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再做一，这样再做一次哦。好，所以这样一次两个就做完了。哎，怎样？它不做蛮快的啊。好，继续吧。这两个。这个也一样是这样子之后呢，然后这个东东是这样子朝西，两边都一样，对，还两边都一样，先朝一样方向。哦，这个好难，进去，终于进去了，还真听话嘛，下去，有了，再来换这边的。这边的也要这样子下去，下去，有了有了，然后再来都把它们啊，手痛。嘿，有了，再只剩下最后一个，啦啦啦。我还蛮厉害的嘛，好，首先拆一个这个，装这个永远翻不完的方块啊，那只是组好的而已。我想看一下刚开始的部分，刚开的部分，好奇怪哦，不是呢，先把这个
这个啊，放下去，再把这两块叠下去嘛。这样子啊，让它活动。好了，它活动。所以这是魔术方块吧？这是等一下，妹妹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B。B 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 B， 对，这个是 B。B 是什么 ？B， 然后这是 A。啊，你在拼英文字母啊？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B。我想看看。等一下，妹妹，等一下，我要看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要看的。B 这样子，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之后。另外一边也这样，然后再来是 A， 是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边的 A 也是这样，你看，这样子。好了，再来呢，在想吗？没有，我没说什么。我想看一下，等一下妹妹不要捣乱。这张片我好漂亮。等一下妹妹，你和姐姐的顺序乱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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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想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很想玩你。好，等等。可爱啊。所以这块是拼这里。哦，我懂了。然后这块是拼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来组这边的。这是我第一次装永远翻不完的方块，这是我第一次装猫咪 baby 的东西。妹妹，先让小师傅劈呀。那不能把它们扣在一起哦。知道，这不许扣哎。我劈的，我劈的胳膊就不能扣。啊，没有扣起。没有要扣，这样子，过来，好，妹妹给我一个，这什么？我想看啊，魔术方块吗？永远翻不完的方块，好，糟糕。米兔指尖方积木，米兔指尖方，米兔积木，称呼永远翻不完的方块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把它们塞进里面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我看。这根没有用处，足，这用不到，用不到啊！我知道，这是给你那个进去的啦。哦，那这样我的手都受伤了，原来是他要工具。好，总之就是这样，永远翻不完的方块，这算舒压方块。我想看，等一下，我想玩呢。它真的好脆弱，因为是我装的。好，碎片姐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完上上小。赚了。嗯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快。可以说心连通。就像蚂蚁一样，做蚂蚁也不行。是的，影片通知。好，那我先玩给你们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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